所以我跟他建议啊，我们是不是要证明啊，就叫做铁三项？铁人三项，现在呢都把它简称为啊三铁，其实这有一点点侵犯啊标枪、铁饼跟这个铅球啊，他们那个铁人三项那个三铁啊。 所以我跟他建议啊，我们是不是要证明啊，就叫做铁三，好不好？好。因为人家用的已经可能上百年了啊，我们不要去抢人家的名字，他叫还是叫他的三铁，我们叫铁三。当然，铁三参加的人数一定是远远远远超过三铁。游泳的时候，我今天一个礼拜前，我在乐坛还在讲，不是人多嘴杂，而是人多腿杂。 这腿一多啊，要么你踢到人，不然人家踢到你；要么你自由式就给他盖头啊。所以一定要保持适当的距离啊，保持安全。哦，还忘了提醒大家，你游泳的时候、跑步的时候、骑车的时候啊，不管你怎么样啊，一定要注意维持一个适当的速度啊。不管你怎么快呢，都不能比我快啊。如果你超过我的话，就以这个。 超速移送法办，那你也不能比我慢，比我慢的话就以妨碍交通移送法办。所以你要怎么办呢？你跟着我吧，我快就快，我慢就慢，好不好？好。大家祝大家有一个愉快的运动旅程，祝福大家，谢谢各位，谢谢，加油！谢谢马前总统，我很期待这一段的对话啊。